顶头有放煎饼啊，嘛无。等一下放进去。等一下要走。你上顶头有用那个小五棉车放煎饼。来了不？嘛拢无去。来来来。对啊，实际看过了，真的很大啊。也很难想象二十年可以盖完，到底死了多少人？真的，这个工程量很夸张哎。你在想那个时候？